又啊问何嘢行求师傅肃静衣冠看看是谁东方江人兄一别多年今天特来拜访啊难得大家到此增光人兄情将兄情啊情啊他是哪个来呢人兄请坐请坐未知人兄此来有何赐教哦请教是真啊岂敢岂敢小弟不才哪敢班门弄斧上兄又要客气哦既蒙不气但不知要谈诗抑或论文呢不敢人兄你念来容我细想将兄请听人兄请念请听请听请念龙都会我从
小弟重九登岗，拾得风筝一只，一时有感，提下谢寿诗词呀。哦，原来系出自张兄手笔呢。正是正是。请问诗句嘅内情系点样嘅呢？内情。真台小姐把风筝放，风筝劝线落山岗，丫鬟寻找来山上，我便原物丫鬟小姑娘，她身世谈来多苦况，我至今惆怅未能忘。你睇下呢首诗，我仲留下。哎呀，你，你系咁，你无心惹出此祸一场。焉能敌刀枪呢？张兄，个张宇主海可以斗龙王，终成眷属，系
话分明，凭想象，人间世上又怎商量啊？张兄，人间也有个黄宝钗，敢与爹爹三分相啊？黄宝钗啊嘛，啊！正武宫前难再见，翠莲困锁在柴房间，又未知他心是否似我心。我睇姑娘比你仲好胆量。我纵似将生情意重，中间谁歌是红娘眼，更难将此线待遥襟。好啊，我就代你把此线送到个姑娘嘅手里。去去不得，去不得。啊？哦，到底是佢系丫头，你是相公咧？非呀非呀，只怕仁兄你不会走壁飞檐，难入镇台嘅府上，又防万一疏漏，点啊？那是反误了小姑娘啊！哦。我翠莲今天来得不枉咯。哎呀，点同佢讲好呢？你就是翠莲，系呀。啊，怪得你面善非常啦，系咧，因来你会改扮男装来到访啊。相公，我若非如此，那今生今世都难到你书房咯。哦。来你苦难亲上，正如方才所讲啊！哎，可恨真台残暴，似虎如狼啊！我还有苦情在后添。送与个道台
边逃奔，仍恨翻夜。理应相助，为是震撼世大，又怎备锋芒呢？相公，我是出笼之鸟，断不从入网罗。就算刀斧临头，我也不甘为机妾。若然相公你留我，我非无义之人，哪有不留之理呢？怎奈此时此地，你相公未知道书院学堂寒藏女子，为求眼前险过，你便带我回乡。我虽然能登能进，便同甘苦，相公你旨意如何呢？好啊，我敢你义高情重，沿街地窖如天。